阿布鸟大冒险 Let's go! Italy, Venice. 总算赶上公车了。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又塞车了。难道全世界的小朋友早上都是搭车去上学的吗？那可不一定哦。在威尼斯，有些学生可是搭船去上学的呢。来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哇，这就是水都威尼斯吗？船上有好多小朋友哦。没错，威尼斯在意大利的东北部，它是由许多小岛组成的城市哦，由大大小小的水道代替街道，所以船是当地人和观光客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呢。哦，所以学生才会搭船上下学啊。这种在威尼斯常见的船叫 gondola。 gondola 是一种底部平坦、船身狭窄、头尾翘起的船，是威尼斯特有的交通工具哦。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哇，我们好像在搭龙舟哦。每年九月，威尼斯都会举办赛船节活动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、五彩缤纷的gondola，一起比美、比速度哦。哇，那跟端午节的龙舟赛好像哦。这真是太有趣了。Emma, Emma, 到学校咯。哦，糟糕，要迟到了啦。芭比，我们赶快下车。Italy, Venice. Good morning. Gondola. 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下次见咯。